消息，中国提供的恩尔本命报道，日本内阁制定世界气象报告，在2023年1月份将稀释后的水鸟和废水排放入海，多个邻国都提出了强烈抗议。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成立的专家团队昨天抵达日本代会，今明两天将会主导进行核电厂全国离开的秘密检查。但是我国的观察团队表示，规划要进行抵还，并且透过外交单位向地方进行的争取。蔡政府解密日本福岛无线电系统系统工商界长官昨天提出一个要求，六个指标要依照韩国的做法，禁止进口的产品有不符合婴幼儿，同时要诉求。